早上准备来做一个法式吐司，这个是我之前烤的全麦面包，底下底端有一点点沉，我味道是很好吃的。今天还是来做一个甜口的吧。你讲。面包片煎好了，今天家里没有蓝莓了，就放了巧克力、燕麦和蔓越莓。最后再浇一点点糖浆啊，不是一点点啊，是一些。这个真的得多倒一点，要不然不好吃。它不是那种蜂蜜的甜，淡淡的甜味。如果大家上面放蜂蜜的话，可以少放一点。OK。嗯，好久都没有吃这个了，分外想念。当时我烤出来这个面包的时候，我就想。OK， 我要做一次法式吐司。虽然这种不是那种很正宗的，比较简易的，但其实蘸一点点糖浆也超级好吃。嗯，我现在基本上把所有的手冲的粉都带到这边来了。上礼拜才打开意式机，最近还在非常想努力把花拉好的阶段。调整研磨度我觉得倒不是很难，但是可能是那个蒸汽泵还没有适应的原因。不过这个应该也不难，只是我自己没有掌握的问题。应该是我的问题啊，不是这个机器的问题。因为我看网上很多大神用那个机器打出来的奶泡都非常的细腻，很好拉花。之前我不是在看那个《换成恋爱》吗，然后有朋友问我，就是私信问我，说韩国人真的不用睡觉吗？也不是，但是韩国人真的会，就是一起玩，一起疯，一起喝酒，喝到很晚，然后通宵，白天再睡。我们上学的时候，第二天早上的早课9点嘛，如果有人没来，十有八九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喝多了。我曾经遇到过，就是有一次发表，同一组的学长，他就是头一天晚上有 MT， 喝到早上来上课之前，连干了3瓶，就是韩国人那种解酒饮料。韩国人是真的很能喝酒，他们的烧酒虽然没有咱们白酒的度数高，但是我觉得也得有20多度吧。烧酒对着啤酒，然后再加上那种玩的喝酒的游戏，我就参加过2次。参加对外活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算比较控制，因为对外活动基本上就是韩国人跟外国人一起，他们不会玩得特别嗨，但是也是就是那个场面非常的混乱，大家喝到，也不是喝到吧，就是大概玩到凌晨3点多，然后就在那个大的房间里面，随便角落里面就开始睡，这边睡2个，那边睡2个。我还算比较清醒的，当时我跟他们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他们就没有让我喝很多。但是你就真的看到男生跟女生就是非常错落的睡在一个位置。他们那个喝酒跟咱们这种小酌一杯不一样，他们真的是玩的那种。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参加了那种活动然后不回我电话的话，我会非常担心的那种。不过大家看《换成恋爱》，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喝一杯，就应该知道了。但说实话，他们那个喝酒，晚间那个喝酒，绝对是收敛了酒量的，
就没有喝大，或者说喝大了，节目组没有放出来。Hello， 大家，我现在到了新家这边。刚刚我请西门子的师傅来我们家调试了一下洗碗机。因为我之前一直没有用洗碗机嘛，也有朋友问为什么不用，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请师傅来进行调试。然后刚刚师傅来已经把洗碗机调试好了，加了一些洗碗盐还有清洁液什么的，之前我都是已经买好了的，然后师傅来进行一个免费的调试就可以使用了。最近做烘焙或者是做饭盘子比较多的时候，我应该就会用上洗碗机了。因为其实618开始我就囤了很多的洗碗块。 anyway， 然后刚刚我又去买了一些蔬菜，豆腐，还有乱七八糟的我这两天要吃的东西。从今天开始我会在这个家连续住3天。虽然上个礼拜我的这一期课程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之前答应大家要拍的视频还没有拍。然后其实我断断续续又买了很多的小东西在这个家里面，只是因为之前一直上课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把他们统一的收纳管理。然后最近这两天我应该会在这个家里面就是把这个家收拾成一个我觉得我可以随时入住的样子。这边还有几个没有拆的快递。这个是我在直播间买的黑芝麻丸，我准备自己留两袋，剩下来给我爸带回去，我爸特别喜欢吃这种东西。小核桃仁，我买了一点这个响铃脆，就是油炸豆腐皮，好像放在方便面里面或者是放在火锅里面都很好吃。打算放在客厅用的，就买了一个稍微我觉得好看一点的。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被颜值吸引买的一个垃圾桶，摸起来还挺结实的。各位，现在已经2点多了。我是那种一旦开始了一件事情就有点停不太下来。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特别饿，一看时间，好家伙，赶紧来做个饭。今天中午准备来做一个青椒炒鸡蛋，然后上个礼拜做麻婆豆腐还剩了一点肉末，准备把那个肉末炒出来。然后今天早上我还买了一点烙馍，我们这边叫烙馍，但其实我百度了一下好像应该叫烙馍，徐州这边叫烙馍。烙馍卷青椒鸡蛋还有肉末。这个肉馅儿其实无论是卷饼还是和面条都很好吃。其实青椒炒鸡蛋每家都有自己的做法，我呢基本上就是还原我妈的做法。 OK， 两个卷饼的菜完成了。这个就是电烙馍，不是那种柴火烧的，这种就会比较软一点。
我是会比较喜欢吃这种。嗯，好吃个大。先拿两张吧。我觉得命运航班应该开始播了吧。这个是 real，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酒味儿。我喝过几瓶，一点感觉都没有。嗯，就像那种甜口的果汁一样。出了没？出了没？出了没？嗯，出了。嗯。哦。开心开心开心！更新了更新了。这个病随时有漏掉的风险，但是我一直觉得一定要卷成这样，快要爆炸了才好吃。干了一上午的活，吃一口这个，格外的香。哎，看不出来，一颗小心，位置有点靠墙。嗯，今天这个奶泡我还是很满意的。来吃一点小零食。呼，奶泡还比较满意，但是辛辣的比较失败的一杯咖啡。我看之前视频，大家说新家解锁了很多新的角度。之前主要是跟爸妈住在一起，卫生间放了很多就是比较私人的东西，所以说基本上很少我在卫生间拍摄的场景。我的天哪！今天一个下午，我都在看《命运航班》，除了工作，基本上就没有干什么其他的事情。你开了一个这种剧，你又很难停下来。大概看到了第八集，开了个头，然后我一看，好家伙，十点了，不行，洗漱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再说。主要是这个片子有的镜头那个配乐还挺吓人的，我也不是特别敢一个人在家看。我的妈呀，是什么造型？我也不是特别敢晚上一个人在家看这种片子。Hello， 大家，我现在刚刚洗完脸，涂了个面膜，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刚刚用的这个面膜，是来自艾尔博士他们家的酸奶面膜。首先，这里要感谢品牌的赞助。我的肤质呢，属于夏天混合偏油，冬天混合偏干，不是特别容易敏感的肤质，所以说我秋冬对面膜的要求一般就是保湿和补水。这款面膜，我相信大家在很多成分类博主那儿都听到过分析了。我的话呢，就还是主要跟大家来谈一谈使用感受。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非常软糯的那种，很像酸奶，在脸上非常的好推开。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厚敷啊，厚厚的涂一层，就像我刚刚涂的那样。官方推荐是每次用10毫升，但是我的话呢，一般用的比较费，大概一次20毫升左右吧。大概涂15分钟左右，你会发现薄涂的地方慢慢的变透明，能看到一个吸收的效果。我大概会用20分钟左右去清洗，清洗的时候大家注意先用洗脸巾蘸
水把没有吸收的面膜擦掉，再用清水清洗会比较容易洗干净。洗完脸之后呢，摸起来皮肤感觉是弹弹的。我刚刚洗完脸到现在也没有用保湿产品，脸颊摸起来也不会特别的干燥。这一罐因为我的用量比较大，已经基本上下去一大半了。秋冬天我不是特别喜欢用贴片面膜，因为我觉得会比较凉一点。这一款面膜的肤感非常的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偶尔我的脸颊会有一些泛红的现象，坚持用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维稳的效果的。而且它不含激素，不含刺激性的防腐剂和香精，秋冬天比较脆弱的皮肤可以用。不过敏感肌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先在耳后测试之后再使用。它建议的使用频率呢是1周1到2次，我大概每周用2次左右，厚敷清洗完之后正常的用水乳霜进行保湿就可以，推荐给最近正在找涂抹式面膜的朋友。 OK 各位，那我现在就去把剩下的护肤产品涂完，已经11:30了，我准备休息了，那我们明早见。刚刚好，早餐三明治。天江，今天的花还算比较完整。用到咖啡机的第二周，我觉得好像是稍微掌握了一点用这个机器打奶泡的方法。其实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早上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酸奶，而是在吃酸奶的时候可以在里面放上蓝莓、麦片，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我上次烤的这个麦片剩的不多了。大家看我这碗酸奶，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虽然还不是很完美，
但是这个奶泡明显比上周要好很多，能看到进步就好，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我还是很满意的。这个豆子又养了一周的时间，味道会更醇厚一点，少一点点苦涩的味道，不错的。久违的牛油果，好吃。牛油果真的加一点盐跟胡椒都很好吃。棒了，哥！我帮你看一下你吃。嗯。好吃？嗯。他们已经。你不是我，我不是我。啊，帮我看，我不是我。来吧，朋友们，今天打算做一个南瓜吐司。在我上次被我们家附近面包店的25块钱一个南瓜吐司吓到之后，我今天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配方，准备尝试一下。参考的是这位老师的食谱。这个桶里面现在是500克山茶花的面粉，然后还有12克的奶粉，按照上面给的顺序，加8克的盐，50克的糖。25克的淡奶油，然后60克的全蛋，我就直接打了一颗稍微大一点的鸡蛋，130克的水，然后这个是165克的南瓜泥，就是南瓜蒸熟，这个是15克的鲜酵母，这个是直接法做的，就是所有的材料丢进桶里面，打出后膜，再加黄油打发。大家看一下我的新一套的相机，这个是佳能的 R7， 我给它配了一颗就是稍微带一点广角的镜头，然后这个是转接环，加上这个镜头和转接环，虽然说佳能 R7 的机身非常的塑料，但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我现在用的这个三脚架是支撑不住它进行一个上下调节的拍摄的，所以说我打算等11月10号就双十一的时候再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脚架，这样应该就是能架在桌子上拍摄。我现在目前的所有视频还都是用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佳能的 M6 Mark II 来进行拍摄的。这个机器我用上手之后啊，估计也暂时不会拍 4K 的视频，就还是会先拍一拍 1080p，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机子只能拍 1080p 嘛，就是用了它之后会多一些角度。等我将来拍就是介绍我所有相机的视频的时候，再跟大家说我购入这款相机的一个综合考虑吧。整体来说啊，我觉得对于我现在的频道定位来说，这个机器确实是最合适我的。终于有了一个侧翻屏的相机，这个面团发的还挺高的，我来试一下。不会回缩，已经发好了。
OK， 差不多平均分成两份。把面团滚圆，放在碗里面，套上保鲜膜。这要放回冰箱里面冷藏松弛半个小时。OK， 我们半小时后见。这边我还留了一个盆，我准备稍微和点面，中午打算做面片汤吃，就直接用这个高筋粉了。好久没有动手和面了，感觉都不太会了，但是我又不想再重新刷一个和面盆。 OK， 就揉了一小团面，然后这个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松弛就可以，到午饭的时候就直接揪成面片丢到汤里面去。现在半小时过去了，我感觉这个面团好像在冰箱里面又发起来了一点。今天这个吐司到目前为止感觉都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愿啊它能成功吧。先把它擀开，要擀成长方形，南瓜奶酪酱抹上去，颜色跟这个本身面的颜色差不多，所以看不太出来。然后把这个面团对折，对折之后用这种刮刀均匀的切成八份，然后扭一下。啊，然后应该是要自上而下的卷起来，但是我这个好像没有擀得很均匀。喂，哦，卷起来之后，哎呀，啊，把它放进这个模具里面。这感觉比上一次那个要更好一些，温度32度，湿度80的环境下发酵1个小时。今天中午准备来做一个牛肉大酱面片汤，这个大酱就是我在天猫超市买的。其实西葫芦我在大酱汤里面不是特别喜欢，所以就稍微的少切一点。大酱汤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豆腐，买的这个是嫩豆腐，这块全部都会放进去。用的这个牛肉是我之前吃涮火锅剩的这个牛肉，所以稍微的改刀一下。
好、哦。今天去喝一碗热汤，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在这个汤里面放面片，你会发现最好吃的永远是面片。今天徐州外面的雾超级的大，我妈刚才给我打电话，他们那边从窗口往外看，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了。好家伙，双十一我也往这边这个家下单了一台酸奶机，以后估计来这边住的时候也会做酸奶，觉得还是自己做酸奶比较方便一些。这个吐司我昨天居然真的忍住了啊、哦！我也是很佩服自己，这个配方真的很不错，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闻起来说实话真的跟外面卖的那个南瓜吐司那个奶油奶香南瓜香的味道没有任何差别。大片的南瓜馅儿，这次的吐司就完全没有沉底，看起来非常赞。感谢分享这个配方的老师，我觉得这个吐司都不用烤，直接这样吃就可以。
顶上这颗心稍微有点拉垮，底下这颗还可以。今天的早餐，南瓜面包，然后这个是昨天做南瓜面包剩的那个南瓜酱，超级好吃。然后咖啡，这边是酸奶，然后这个是我之前买的腰果酱。绝了，这个吐司超级的软，哇啊！昨天剩的这个南瓜酱抹在中间，自己做的这个南瓜吐司用的南瓜真材实料，南瓜的那种香甜的味道绝了，这个面包体也超级赞，咬一口下去全部都是气孔，太好吃了。我估计这个南瓜酱保存不了很长时间，如果它能保存的时间长的话，我愿意做一罐每天吃。酸奶里面放山核桃仁的组合，大家一定要尝一下。我就怕遇见这种事情，所以说我买了一个，据说是开瓶神器。哦，啊，我的方向搞反了，好神奇哦！这个可以，大家就搜开瓶器就可以，长成这个样子的有好多。看起来有点没有食欲的感觉。这个好吃，它里面是椰花糖粉，这个可以的，抹茶味还挺浓的，而且比想象中的要不甜。Hello 大家，我吃完饭其实洗了个澡，但是我发现我忘记把吹风机带过来了，所以说我的头发现在维持着一个面条的状态。 Anyway， 今天我准备来做一下蛋挞，就是我之前在韩国学的那个蛋挞。其他的食谱，就是我在韩国学的这些烘焙食谱，我整理了一下，有这么多。然后我昨天在淘宝上逛了一圈，想下单一些烘焙工具，慢慢的把这些食谱给做起来。结果我发现韩国的烘焙工具的大小跟国内卖的那种比较常规的大小好像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昨天晚上就从韩国的网站上面下单了一批烘焙工具，估计要转运过来才可以。然后我发现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这个蛋挞。之前还有朋友问我找的是哪一个代购下单，其实我没有找代购，因为我之前在韩国办的那个银行卡虽然注销了，但是我没有注销我的通账，就是那个存折没有注销，所以说我依旧可以通过那个存折在韩国买一些东西，然后找一家转运机构就可以转运过来。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买什么东西从韩国转运的话，可以去淘宝上面找一些直接的代购。 Anyway， 现在赶紧来做这个蛋挞。这个蛋挞其实我爸也想吃很久了，但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抽出来时间做这个。我前两天终于从我邮寄的行李箱里面找到了这个，就是压这种厚蛋挞的模具，是我从韩国当时买了直接带回来的，所以我终于有勇气开始做这个蛋挞了。就得买一些黄油了。咦，烘焙我真的觉得就是个体力活，无论是做面包还是做甜点。做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事情。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我当时在这家就是蛋挞店学那个老板，他每天要做好几百个，哇，真的佩服。总体来说，顶上的上色有点深，但是底下这个脆皮，我觉得跟我之前在韩国做的是刚刚好一个程度。这个烤箱的风力，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调整一下啊！得搞，好烫。纠结了一下，我是先把蛋挞烤完，还是先做饭？看一下时间，我决定先把午饭做了。今天中午打算做一个拉面炒年糕。方便面大概煮开，放大概半包的调料，然后放辣椒酱，辣椒酱和糖的比例大概是1:1左右，然后把年糕放进去。午饭完成了，其实我主要就是想吃里面这个年糕条了，然后这个地方还有我之前炒的肉馅，用微波炉稍微热了一下，方便面有一点点软了，赶紧吃。徐州的雾到现在都没散干净，今天是大雾天。碳水大合集，加点这个肉末也很好吃。大家看这个地方，你们敢信吗？这是被蚊子咬的。我本来觉得，哎，我这个体质确实不太容易长痘，怎么突然起了一颗痘？直到我昨天在厨房里面拍死了一只带血的蚊子，然后我一摸，啊，这个真的好硬啊，应该就是蚊子咬的。11月了，我还被蚊子咬了，突然回到了学校食堂的感觉。这样的一口，真的绝绝子。盐分得到充分补充那一天，这个地方我刚刚拌了一些甜玉米、马苏里拉芝士，还有那个沙拉酱。这炉我打算做一个